歡迎大家入嚟我 PSHK 的個位細佬啊！咁剛才前面呢批防暴啊，按捺不住啊，舉高咗兩支藍旗，兩支藍旗，一支黑旗，咁就前方有防暴同埋衝龍小隊嘅成員啦。啊，未知會唔會突然間起跑啊，衝入去我後方嘅群眾入邊制服多人啊！咁咧現場就係呢個亞加老街西洋菜南街交界啊！咁啊，多名警員啊喺呢度築起一條防線啊！咁就有衝龍小隊成員同防暴小隊啦，但系就雖然舉高咗黑旗，但未見大口仔嘅向住市民高舉啊！咁啊，亦都其實警員係未戴上豬嘴嘅。唉，我都揾仔叫我戴咗先啦，唔撚理。咁就其實在場嘅防暴警員同埋衝龍小隊咧，都係開路俾旅遊巴離開啦，甚至一啲係巴士離開嘅。咁但係現場市民咧，其實不斷喺度。我哋俗称屌狗啦，甚至就系攞一啲雷射电筒啊，照向警员啊。咁警员就随即喺刚才举高嘅黑旗啦，亦都有警员到场增援啊。咁其实喺右方啊，右方其实有大批嘅警车啊，或者旅游巴戒备嘅。而左边啊，近住老豪坊啊，亦都有多戒嘅腰啊，喺嗰边戒备啊，但系就未会着灯嘅，咁未知落咗地未。咁有呢架旅遊巴咧，懷疑都會落一大堆防暴嘅。咁就未知呢架旅遊巴究竟係落人定上人啊？好，應該係空嘅架車。我見佢著咗燈，著咗燈，但係就冇人嘅。啊！見到後方其實都有大量嘅豬籠腰啊！未知啊，佢哋係落咗地未嘅都係嗰句，但係亦都見到在場有人士啊攞呢個嘅雷射電筒啊照向警員防線或者警車嘅方向。係啦，咁有現場市民咧心水清啊！警員有機會向前衝啊，衝向現場市民嘅群眾堆入邊啊，係啊！其实现在现场左右侧都有大量的市民甚至一些义务急救员在场啊。那又未知啊警员会不会冲埋嚟啊，因为刚才他们都举高了蓝旗和黑旗啊，咁即是代表我身后的这一堆群众啊其实是一场的非法集结。但是他们又并没有作出任何的拘捕或者驱散的行动啦。我看到现在有架白车想着通过警员的防线的。但在西洋菜南街啊，咁就唔清楚啊，会唔会打即系开放呢条通道俾呢个白车离开啦？甚至其实是警员呼叫白车啊，救援落咗地嘅，见到。其实现场交通啊，呢个亚加老街咧，或者弥敦道啊，都大致畅通嘅，但唯独是西洋菜南街啊。个即系旺角道嘅位置就有大批警车或者而家有架白车已经挡住咗啊，所以咧驾驶人士就尽量避免去使用以下嘅通道啦。好，警察防暴警员同冲锋小队成员咧，让开条路俾呢个白车离开嘅。白车咧就并未有响灯啊，就证明应该就上面有呢个嘅伤者喺上面啊。即刻响啦！有白车两架，仲有呢个嘅急速应变啊！呢个白车离开啊！好，咁在场警员就迅速捉起翻嗰条防线啊！咁就未知会唔会再举个黑旗啊？咁就我身后都有大批嘅市民啊！戒严，话现场咋？其实呢几年啊，呢几日啊，都系戒严啊！竟然开始用他的强光电筒照射站在安全岛上面的市民甚至一些记者行家。那就据我所知安全岛都是列为行人路的一款来的。听到竟然拿强光电筒照射
行人路呢個嘅安全島上嘅市民就叫佢哋離開啊，但並未有作出進一步嘅行動啊。咁咧，其實附近啊，旺角道啊嗰邊都有大批嘅同，即係有唔同嘅同事喺嗰頭啊，所以咧我就集中。咁多店咩？我集中去應對翻亞加路街啊、彌敦道街定係呢個西洋菜南街呢個方向嘅一啲嘅警民嘅衝突啦。咁就較早前啦，喺波崖街嗰邊有大批嘅青龍小隊成員同埋防暴警員啊發曬癲咁樣咧，就截查所有戴黑口罩嘅市民啦。咁就亦都攞佢哋嘅強光電筒啊，嗰啲神奇小棍棍啊，就指向記者，並且向記者揮動啊，就恐嚇記者啊。咁就在場記者啦，亦都喺電光火石之間咧，就褪後咗兩步啦，上翻行人路咁樣啦。咁在場防暴警員喺眾多市民嘅叫囂啊，屌狗啦，係啦嘅情況底下，再加上樓上嘅唐樓啊，有一啲嘅應該狗隻啊，係喺度吠啊。喺度吠一班在場嘅防暴警員同埋青龍小隊成員啊，所以到最後啊，佢哋又上車離開啊。啊，深信咧，佢而家架車應該去到我哋嘅附近啊，例如係右邊呢一排嘅大量醫療豬籠啦，甚至左邊左前面呢一排啊，呢一堆嘅旅遊巴咁樣啦。咁就據我嘅認知咧，嗰幾堆車叫 PTUY 啊，好似叫 PTUY 啊。咁又唔係好記得，會唔會見？即係佢好似大概係咁啦，唔係好記得啦。喺度見到啊，西人菜南街呢度咧，其實現場有大批嘅義務急救員啦、行家啦，又喺呢度聚集嘅。咁就望一望西人菜南街入邊，其實多唔多市民先？好，我哋望一望翻西人菜南街呢邊啊。其實現場咧有大批市民啊，喺近應該戲院方向。就聚集啊，但并没有捉起任何嘅所谓散阵或者防线啦、啊。咁啊，同警员去保持翻一个安全嘅距离嘅。咁警员咧就使用呢个强光电筒照射住嗰度聚集嘅市民啦、啊。咁由于刚才啊，警员已经开启咗呢个嘅举起咗呢个蓝旗啊，咁即系代表后方嘅市民系一个非法嘅集结同集会啊。咁唔排除警方会喺稍后嘅时间作出一个拘捕同埋驱散嘅行动啦、啊，例如使用。佢哋最识得，即系最识玩嘅呢个催泪弹啦，甚至冲警杯咁样嘅。咁啊，在场啊，有两腰，唔系一腰两猪笼啊，就驶嚟三笼啊，一腰啊，就驶嚟呢一个嘅亚加路街啊。咁咧，现场人士指啊，呢啲系吉车嚟嘅，咁我又唔系好清楚。我哋见到最头嗰个腰系吉嘅啫。咁就其實彌敦道日常啦，西洋菜南街旺角其實不嬲都係咁玩嘅啦。警員衝，佢哋散。咁其實一見到咧，嗰邊咧有名警員啊，未知係青龍小隊成員防暴小隊啊，就比較上矮嘅。我哋睇下先，封唔封到先啊？我哋見到係有名踩膊嘅。哎呀，屌行開咗添佢。指唔撚到啊！好撚矮啊，佢矮到我指唔到啊！咁就旺角深夜啦，1:11啦。咁啊，在場依然有大量，有一隊防暴小隊啊，綠色燈嘅防暴小隊有落地啊，就增援啊，或者接奸啦，咁就唔清楚。我諗目測啊，起碼20-30名嘅綠色燈防暴小隊成員落地啊！一路去到亞加路街啊，西洋菜南街交界增援啊！喂，咁嗰度咧，其實我諗起碼有5架豬籠、2架 U 或者3至3架 U 添嘅。咁呢度落地嘅其實只係佔少數啦，我諗大概1U 一豬籠嘅份量。咁呢個綠色燈防暴小隊嘅成員啊！而家就捉起咗一條新嘅盾陣啊！喺呢個亞加路街、西洋菜南街交界，咁未知會唔會作出大型嘅拘捕或者驅散嘅行動啦？但我都預示到，就係話佢哋準備有呢個嘅旺角衝警杯啊！
咁又見到旗手已經埋位啦，大口仔啊、雷明燈啊、飛機仔亦都已經埋咗位啦。咁又根據呢個嘅警察個網站所講啊，警員嘅即係女性警員啊，入職嘅最低要求啊係152cm 啊，而男性警員咧就係163cm 啊。咁啊，其實即係我冇親身度過好多唔同警員嘅高度啦，但係我強烈懷疑啊，現場前線起碼嘅四成至五成嘅警員其實係唔合規格嘅。咁就未知警務處會唔會正視呢個嚴重同兵嘅問題啊？即係懷疑喺少年警訊調過嚟啊！咁亦都充分反映咗香港警隊人手不足啊，係啊，所以近排又出現咗一個報告話指唔知咩，有呢半年啊，六月至十二月期間啊，去投考輔警嘅人數啊係多咗啊，咁就未知係咪同呢個同兵化嘅問題相關啊？啊！咁現場防暴警員捉起一個三人陣嘅，即係三條線嘅防線啦。而最後咧就有一條速龍小隊嘅防線喺度。咁咧並未見佢哋舉高佢哋嘅催淚彈槍啊，即係大口仔啊，亦都未見佢掹出任何嘅旗仔啊。咁就懷疑咧佢哋諗住衝嘅。哎，原來有防暴警員成員上旅遊巴喎、哦！我、哦、拉咗人，拉咗人，有起碼四名，有多名人士啊，被押上呢架旅遊巴。有超過十名嘅人士啊！被押上旅遊巴，而防暴警員就重兵駐防啦，保護住呢架押送。唔好企喺前面啊！人影張你企喺前面。嗱，見到多名人士啊，被押上呢個旅遊巴，而及後有防暴小隊啊，藍色燈防暴小隊嘅成員到。好，喺左邊啊，亦都喺左邊新之城啊，又有一 team 嘅防暴啊，到場增援啊！咁係有旗手嘅，咁啊前面有名身形較肥嘅防暴警員啊，揸住支胡椒球槍啊，蠢蠢欲動啊！咁就有一 team 嘅防暴小隊成員啊，同埋槍龍小隊就走咗去。彌敦道那邊的方向，懷疑就上回那裡那幾架 U 的車回家啊，啊，我們看回這裡前方啊，一條的防暴防線啊，就並未有向前吞過的，那就懷疑就護送，即是押送那些。咁就前方嘅旅遊巴咧，押送咗超過十名嘅應該係被捕人士啦。旅遊巴車牌其實睇唔到啊，因為大批嘅防暴警員係擋住咗嗰個位啊。我而喺我嘅正後方啊，西洋菜南街啊，近住旺角方向就有大批嘅人士聚集啊。啊，見到呢度其實滿曬人嘅，後面西洋菜南街戲院方向。我並未知道在場市民是會有什麼計劃、啊、而前面有綠色燈的防暴小隊連同紅色燈小隊、啊、就現在集結在西洋菜南街亞皆老街交界。好，有幾名的女士啊，四名六啊，市場人士盡快返回行人路，九名、十名、十一啦，有十一名女士啊，被押上呢架旅遊巴。咁樣又叫現場嘅記者行家，甚或者一啲嘅業務急救員咧，就上翻人路。咁就攞佢嘅強光電筒照射在場嘅
嘅一行家嘅攝錄器材。咁有現場防暴警員啊，我見到有啲已經攞起咗呢個胡椒噴霧戒備啊。而後面旅遊，我相信佢哋要等到後面旅遊巴安全撤離啊，佢哋先會作出新一輪嘅拘捕同埋驅散行動啊。因為懷疑咧嗰幾名，即係嗰十幾至二十名嘅被捕人士咧，就係剛才喺旺角中心啊，近旺角道嘅位置啊，被截查拘捕。好，我見到一名警員啊，就好似做一啲類似想推進嘅姿勢啊，就雙雙手啊，拱前啊。咁啊，呢度綠色燈、紅色燈嘅防暴小隊啦，咁超過40名嘅。咁啊，現場市民又同佢哋有啲對罵啊。咁啊，後方咧有更多嘅市民啊，就開始叫喊啲口號啦，或者喺度辱罵警員啦。咁亦都有更多嘅防暴警員啊，或者速龍小隊成員啊，從旅遊巴嘅左邊啊，就上到前面嘅防暴防線啊，見到有啲急救嘅防暴警員啊，佢身穿住一件急救嘅反光衣，好。有玻璃樽碎裂的聲音啊！舉旗舉旗，好，警員哈旗。好，警員哈旗，哈旗推進，開開。使用多发的胡椒球枪，警员开多发的胡椒球枪指向后方西洋菜南街的市民，警员继续黑旗推进，向着那边的记者行家。好，警员举起了两支黑旗、两支蓝旗、三支蓝旗。好，今日继续有警员向着弥敦道方向推进啊！咁刚才咧有警员咧开咗多发嘅胡椒球枪啊，就指向住右方我哋后方西洋菜南街嘅市民啊。好，现在有警员啊，向住喺行人呢个安全岛上嘅市民开咗多发嘅胡椒球枪。咁啊，见到嗰边有大量嘅市民啊，急速走避啊，警方开咗多发胡椒球枪啊。咁而家嘅位置啊，喺西洋菜南街啊、亞皆老街交界啊，有警員啊向住市民啊，就話指一啲義務急救員、記者、行家開咗多發嘅胡椒球槍。咁警方又舉高咗兩支藍旗、兩支黑旗啊，咁啊推進咗出嚟。咁又我諗佢哋嘅目的係護送嗰架旅遊巴離開啊。啊，旅遊巴嘅係 US 啊，3724啊。我 check 多次先啊。望多次，望多次。系啊，旅游巴嘅 number 系 US 啊，3724啊 ，US 3724啊。系啊，旅游巴系 US 3724。咁前面有一架 PQB 嘅 AM7057 啊，同埋一架猪笼啊。应该就 VR3547 就护送呢架旅游巴离开啊！好，有市民就抌咗一个玻璃樽出嚟，警方就开咗多发嘅胡椒球枪，系啊 US3724 啊，呢个旅游巴嘅 number， 警方高举黑旗啊，并开咗多发嘅胡椒球枪，两支黑旗。两支黑旗，一支蓝旗啊！警方施放多发嘅胡椒球枪，同埋黑旗、蓝旗。
綠色服務小隊成員向住亞街老街的車群推進。這位的士司機呢就應該思考怎麼離去啊。好，我們看到 US 的那輛旅遊巴有多輛豬籠醫護車護送離開啊，懷疑是防止在中途搶返啊。大家記得報上那些相關的群組啊，這輛旅遊巴還有任何即是跟住佢嘅巴士啊、旅遊巴豬籠咁樣咧，就揾人幫我報一報上去啦，唔該你。咁啊，現場啊，亞街老街西人菜南街交界，警員高舉藍旗啊，咁又同埋呢個綠色防暴小隊啊，就將大量嘅群眾啊推翻入去往旺角洞嘅方向。咁你我聽到有啲警員打黐嘅聲音啊，懷疑佢哋其實開完胡椒球槍之後咧，自己吸入啊。身體感到不適啊！在場加啲市民啊，就開始有啲咳嗽嘅症狀啊，懷疑就係剛才嘅幾發胡椒球槍啊，就令到市即係佢哋吸入咗啊，咁啊感到一啲氣管嘅收縮啊，或者一啲唔舒服。好啊，咁現場啊有警員啊開啟咗嗰啲強光電筒照一照我啦，咁亦都有綠色防暴小隊啊。推咗大量嘅市民入去旺角道嗰條街啊！我唔記得咗嗰條街叫咩名啊，唔好意思啊。讀一讀 Google Map 先。好，見到現場警員啊，就停留喺安全島嘅位置啊，就並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咁亦都用強光電筒啊照向我身後啊，大量嘅市民啊，咁呢度就西洋菜南街啦，有大量嘅市民就聚集咗喺西洋菜南街近戲院嘅方向。咁前方嘅警員啊，繼續用佢嘅強光電筒照射現場市民啦，懷疑就想認出佢哋嘅容貌啊，方便及後作出拘捕嗰陣時候會有證據落 charge 啊，甚至啊可能作出呢個預約拘捕啊。咁啊，現場有多架警車啊，未知係駛嚟現場定係如何啊？佢哋應該轉入去彌敦道嘅方向啦。如果根據佢打燈轉左嘅話，懷疑佢哋諗住喺大街夾擊啊，就將我後方嘅市民啊一併拘捕啊，就形成一個布袋陣啊。咁啊，呢度有幾名啊 PPRB 嘅成員同埋呢個警隊急救員啊。好，呢度有三豬籠啊，兩豬籠一腰停低咗啊，咁應該就係根據佢哋死火燈咧，就轉咗入去彌敦道嘅範圍啊，咁懷疑咧就係諗住係夾擊啊，咁喺彌敦道嘅位置又夾擊現場嘅市民啊，咁就其實右方啊有更多嘅腰豬籠車啊，係閃燈啊，打算離場嘅。系啦，咁啊见到有一 U 啊，两猪笼啊，两 U 一猪笼啊 ，sorry 啊，就打算驶离现场啊，就有机会系去弥敦道啊，谂住接击市民啦，亦都有机会系打算翻去警署方向啦。咁就左边嘅绿色防暴小队咧，就并未有任何嘅喐动嘅，而前方啊刚才举旗嘅呢个速龙防暴小队成员咧，亦都并未有任何嘅举动。好，见到绿色防暴小队有少喐动啦。懷疑是有市民剛才掉了一些去警車方向，那就現場有市民懷疑就跟防暴警員有少許的對罵，那警員就高舉了一支飛機仔木柄槍，那又未有舉起任何旗幟的，純粹找槍平射指向市民。那見到啊，那幾名警員是拿著大口仔啦、飛機仔啦，同埋有雷鳴燈的。我看到胡椒球槍已經準備好了，好，警方拿出了胡椒球槍，不行，這個位置咳咳地太多行家。
咁就有大量警员啦，嚟到呢个现场啦。咁其实蓝旗咧依旧系冇收起嘅，有名警员系揸实嘅。系啦，呢一 team 嘅防暴小队成员系 PTY 啊，即系刚才啊喺波黎街截查多名市民嗰队情绪有点嘅激动同埋失控嘅警员啊。黑旗啊！現場嗌街老街啊！警員啊，舉出黑旗啊！好，前方已經有警員啊，攞住大口仔戒備啊！咁有警員啊！好，警員啊，施放兩發嘅。警员师傅三发嘅催泪弹啊！警员师傅有三发催泪弹啊！咁就亦都继续蓝黑旗啊！就将嗰边嘅大量咩啊？平射啊！三发嘅。你閪你死啊！蓝黑旗依旧啊，警员就尚未叫我哋射到嗰边喎，大佬屌你老！哇，屌歪炮喎！可能触电啊！嗱，怀疑有警员歪炮啊，就射一个可能触电嘅方向。喂？咩料？咁啊，怀疑有催泪弹啊！可能擊中咗市民啦，未清楚。咁有大批嘅急救人員同埋記者跑緊上嗰邊嘅方向，應該唔係我跌嘢啊！咁又走入去，咩料啊？冇嘢啊嘛，得收到，冇嘢。好，冇嘢。咁啊咧，大批嘅記者冇事，大批嘅記者行家啊，急救員啊，就跑至呢個嘅先達廣場對出啦。咁剛才咧見到咁大嘅騷動，就懷疑有事情發生咗啦。啊，及後啊發現啊，其實只係虛驚一場啊。因為剛才警員啊施放咗超過四枚嘅催淚彈啊，咁亦都有粒歪炮啊，射去西伯牙賓館嘅七仔方向。又未知警员啊，平时练枪系时，前方啊有警员啊，开始喺西洋菜南街推进啊，隔篱推紧啊，前方啊有冲锋小队同防暴小队嘅成员啊，就推进啊，就去到西洋菜南街啊，街口方向。咁啊，佢應該係唔俾記者過嘅。咁又呢一批小隊嘅成員咧，就係應該係頭先嘅安全島嘅。啊，而家可以退後啊！咁就有防暴小隊成員啦，亦都有速龍小隊成員嘅。咁又佢哋而家褪翻安全島位置，未即係上車離開就係點啊？啊，剛才啊，防暴小隊啊，就施放咗四發嘅催淚彈啊！有一发系歪炮啊，去咗呢个先达宾馆啊七仔方向啊，咁未知佢哋平时练枪系点练嘅咧？打埋一边啊，睇唔到后边啊！佢同盏灯讲啊！哇！咁警员咧就叫我哋记者褪开，唔好阻碍佢嘅视线啊！就話擔心後方有暴徒啊，施放抌呢個汽油彈。咁咧望下後方有冇市民先。啊，後方有幾名嘅急救人員啦、
咁其實成條街都好空下嘅，咁又未知粒汽油彈可以喺邊度嚟啊！啊！現場警員啊，依舊尚未離去啊，但係亦都有大批專用 U 車啊，應該喺度等候佢哋嘅上車啊！啊，我哋見到起碼超過10名嘅防暴警員啦，同埋超過5名嘅消防小隊成員。佢就話叫佢又叫一隻記者啊、急救員啊，總之唔好阻礙呢一條嘅通道。啊！警員又叫急救人員企過啲啊，唔好擋住通道阻礙佢哋，去望暴徒啊！咁咧，大家望翻頭先嘅畫面，其實後方啊已經冇曬市民噶啦。嚇！啊！現場明白吧？就向防暴警員啊，有啲説話未言啊。咁該名老人家啊，就問前排嘅防暴人員啊，有冇仔女啊咁樣啦。咁咧，其實剛才右方嘅防暴嘅車輛，呢個嘅警隊車輛已經全數離開啦。咁去到嘅左邊，咁而右方嘅剛才俾人推咗入去先達廣場嘅市民，亦都已經出翻嚟啦。咁而頭先安全島嘅防暴警員啊，同埋佢嘅消防小隊朋友啊，亦都已經全數褪後啊。趁後至這個嘅商場街啊，近新之城方向，咁就懷疑有上車離去嘅。喂、啊，咁我聽到一名在場市民講啊，咁多人死唔見你死啊，咁撚多汽油彈你都唔撚死嘅咁樣啦。咁就現場警員有啲猶豫啊，究竟應該上車好啊，定係點？咁依家就係。亞交街附近呢度咧，啲差人咧，啲防暴隊咧，現在係依一度。咁啊，防暴同消防小隊咧，而家就喺呢個嘅新之城對開啊。好，猶豫緊啊，上車好啊，定係點？咁啊，佢哋咧亦都喺門口啊，喺度猶豫緊啊，上車好定落車好？佢亦都應該喺度接收緊指令嘅。啊，見到呢架 U 車啊，猶豫緊啊。而後方嘅消防小隊嘅私家車啊，亦都尚未駛開嘅。你都尚未閂門嘅，嗱見到呢名嘅警員啊，防暴警員係其實揸住一啲大口仔嘅，即係一啲催淚彈槍。嗱而家佢喺度接收緊指令啊，究竟是否離開？好，現在啊呢名嘅腰啊就閂埋咗門啊。咁在場嘅兩龍一腰一私家車都已經閂埋咗門啦，咁啊未知啊，佢哋會唔會離開啊？啊懷疑啊！咁其實知道啊，警員咧並唔會就咁就離去嘅，佢都係兜翻個圈之後咧，亦都翻翻嚟嘅。咁懷疑呢架 VT9379咧，其實都係警車嘅一部分啊，我唔清楚。見到在場一腰兩龍一私家車就急速離去呢個西人長南街啊！剛才佢哋又施放咗四枚嘅催淚彈啊，咁就成為咗旺角深夜嘅第一炮啊！好，咁呢個 U 豬龍咧亦都高速駛嚟咗啊！呢個綠色燈嘅小隊嘅防暴小同埋防暴成員，同埋安全島小隊嘅防暴成員咧，都已經全數離去。咁就懷疑咧，佢哋其實即將咧就會翻翻嚟準度嘅位置啊！咁在場都係大量嘅市民開始又出翻嚟啦。咁咧，我哋又去翻恆常嘅十字路口啦。咁我相信嗰邊咧，亦都係個陣間嘅主戰場啊！咁就現在位置係西人長街啊，係亞皆老街嚟準度交界啊！咁又同你直播系 PSK 嘅細佬啊，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啊！好，我哋翻翻到嚟呢個嘅行程十字路口，我哋咁前方嘅匯豐啊，昨日俾人裝修完又縱火過啦，咁而家已經圍曬板啦，咁又應該琴晚五點幾啊，我哋影到啊，就係大批建築人員啊，就過嚟呢個嘅進行裝修啊，真正意義上嘅裝修啊！
啊，見到係遠方啊，其實近住深水埗方向嘅彌敦道啊，都有藍紅燈嘅閃爍啊。咁就未知係咪剛才離去嘅警隊成員啦、啊。啊，點？誒，除一除面罩，唞啖氣先。咁就現在位置喺呢個嘅彌敦道啦，亞皆老街交界啦，係啦。咁就大批嘅警員啦，已經全數離去。咁後方啊，哦，原來後方都係藍紅燈嘅。咪見到我哋後方啊，有呢個藍紅燈小隊啊。咁就未知落咗地未嘅，或者係咪洗嚟啊？咁咧，我哋就過去望下啦，係啦。咁就現場其實因為有部分真係行街嘅市民嚟，咁就唔特別去影啦。亦都有大量嘅義務急救員同埋行家，咁為咗保障翻佢哋，我就唔影樣。咁咧，剛才啊有防暴警員啊喺亞皆老街嘅位置啊，向住西洋菜南街方向施放咗四枚嘅催淚彈，咁其中一枚懷疑歪炮啊，射咗去近呢個麥當勞啊，亞皆老街先達廣場嗰邊嘅七仔啊，咁就嗰邊起曬煙啦。咁我亦都影到啊，警員其實係平射呢個催淚彈嘅，咁就其實已經係違反咗警察通例一啲嘅武器使用守則啊。因為現場成日亞皆老街呢個彌敦道啊，亦都已經通車啊，車輛亦都可以行駛啊。咁而家行到銀行中心嗰邊啦，咁就一如以往啊，有人等車。有車經過，啲士多啊，啲雜貨攤亦都繼續係開嘅，營業嘅。咁就現場為你報道嘅細佬啊 ，PSHK 啊，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同埋昨日啊喺咁上下時間啊，有我哋嘅同事啊受傷，英勇受傷啊，就被胡椒球槍擊中啊。咁就佢哋有啲又散緊雨啦，有啲就已經。可以重投戰場，繼續做一個前線記者。咁就大家記得留言啦，關心下佢哋啦。咁佢哋真係會睇嘅，係啦。咁現場警員大致散去啊。咁就暫時未知下一步嘅行動係點。咁直播就去住呢度先。咁又多謝大家收睇。啊，好。